请听耶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神所招来的。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我们叫做圣周，也叫受难周，也是第一天主耶稣凯旋入进入圣城，由松树的一个主日开始，当他被钉在他钉十字架那日结束。所以我们在礼拜四有一个逾越节的筵席，就是圣餐，因为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神的羔羊。教会为了纪念耶稣的受难，会选择在复活节前举行洗礼，也象征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复活。我们今天感谢主的恩典，同时都要举行，而且呢，洗礼跟圣餐也告诉我们，借由水、饼、杯庆贺耶稣基督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我们还要为受过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再次有机会，你再默想洗礼跟你的一个过去的起初的爱与起初的立约，再次来更新。洗礼是领受内在看不见的这个救赎的公开见证啊！基督徒只需要一次受洗，但受洗的意义可以不断的，受洗的意义可以不断的在我们人生中来经历，让我们经历想到神与我们同在，更新同心合力。我们接着要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敬爱的郑清平牧师啊，他特别要来为我们主持。天父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举行高医师依然弟兄他要接受洗礼，这个是对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最好的最实际的回应。就像当年彼得叫人悔改献耶稣基督奉主的名来受洗一样，今天我要如此的对你讲，依然弟兄，你必须信靠主耶稣基督，告白你的信仰，奉主的名受洗，这圣礼就要成为你罪得赦免的象征跟印证，又表明你从圣灵得重生，而跟基督连结在一起。所以底下我有几个问题要来问你，你要按着你的信仰诚实的来回答。如今你要受洗，你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的信仰。依然弟兄，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帮助者吗？是的，我相信。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我愿意。是的，我愿意。你要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我愿意。感谢主。高一兰弟兄，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让你归在基督的名下，阿门。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教会的元首接纳你，有份于主耶稣基督的筵席，还有新约的恩典。这个时候要请芳芳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刻献上满心的欢喜和感谢，谢谢你的慈神爱所，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带领高医师受洗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这个时刻开始，高医师的生命翻了下一页了。主耶稣，你会继续的带领他，使他跟你更深的和好，在往后的岁月更深的一天比一天更知道主你有多么的爱他，你的爱在他的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也祝福高医师，因为跟你和好，跟自己所爱的家人，还有跟他的周围的所有的人也更加的相爱，更加的和好，也跟自己和好。主啊，在高医师的职场还有生活里面，你要祝福他，让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死，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复活的大能大力在他生活的每一处里面，让他经历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所结的美好的果子。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献上赞美和感谢，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祷告，阿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也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来学习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想安息。2003年到2004年，我带领了五六位长庚生力军及在长庚培训的护理人员。目前我只知道惠美跟春秀还留在这里。然后一起打拼期间，经历过 SARS 及东击40周年的周年庆大事，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从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常常看到谭院长及服务的宏观及身影，还有那时候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院长赵文崇也来参加了这个周年庆，那是我同班同学，他问我说何时受洗。那回到高雄，其实在这段时间回到高雄以后，我才知道高雄长庚在 SARS 的那一年重创，其实它就可以想象是和平医院的另外一半，所以大家很愁苦。同事提起问我说：“你怎么那么幸运哦？知道 SARS 了就跑到台中去。”我巧妙的回答说：“神与我同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我又在长庚。这段时间让我开始接触长庚的基督教团契，偶尔
然后还有每个月一个账我会到台东来看门诊。其实这个我还蛮坚持的。那其实除了看我手术过的病人，还有需要手脊椎手术到高雄开刀的病人。冥冥之中，我就是要继续我这个前沿的准备。有一天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当时的副院长马医师来到我的诊间，跟我提起骨科的困境。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洪乐尧医师在礼拜三的上面的见证都几乎掉眼泪。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机会来了。所以我就在2012年的12月来到东极，然后11月的时候，那时候的女院长说还有缺吗？所以我就知道一定会有缺的。从此以后，大概，我要再特别提到的就是说，陈玉祥院长在我1992、1993年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是我的同学，我说我不认识你。他说你等我，我一定会来的。结果没有想到，就这样每个礼拜六来以后，就有一次他就约我到一乡也吃饭，他98年的时候他来到东极了。啊，事实上，在进入冬季以后，当然就会接近神的机会就更多了。所以每周三的早上查经班，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经历过早第一阶段的1992、1993，那2003、2004的时候，那时候王刚毅、洪乐尧、徐文成、唐立光医师都还在的时候一起查经。后来1993年皮特来，还有乐俊的神父也都在来。那其实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增加了这个马医师，还有陈玉祥院长，还有后来加入的林芳树、刘汉鼎，还有陈淑珍医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都是爱主的这个的仆人，所以一步一步的就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也就会来到今天这个地角的抉择。其实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的，就是2018年底的时候，我母亲病危的时候，她住在我弟死的老师弟弟的新竹东院医院。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家人，所以要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其实她是病危。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她很苦啊，所以我就翻阅她生前的一些资料之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她曾经有2年的时间都在台北的暨南教会的这个松联团契讲日语的活动。所以后来我就忽然间想到，妈妈是可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在临终受洗。那时候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已经在苗栗后龙的郑清平牧师，说问他有没有可能，他说可以的。他还问我说他有没有暨南教会的这个会籍啊什么什么。我蹉跎失时，就这样擦身而过。啊，在那个事情过了，办了妈妈的后事以后，一个多月后，2019年的年初，我生了一场病。那这场病大概就是马医师跟黄信仰医师都知道，所以我就到台大去住院做肾脏的切片。啊，后来就吃了6个月的猎物处。所以就这样子，我感觉到这个人生真的是还蛮无常的啊。所以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生命的无常，所以我就想到以赛亚书里面43:30，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必全然跌倒。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住院，所以就可以了解，虽然小病不断，但是还没有住院，所以我就真的是跌倒。我这个时候，东极给我一个温暖的环境，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我有这段时间比较沉潜，因为各位知道吃个猎固醇，晚上就不用睡觉，还好我没有精神病发作嘛，吃东西之后会忧郁啊，会什么样子啊？所以
今天是我生涯最重要的抉择时刻。在郑清平牧师的按手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四十年来的行医药长庚站了30年，台东基督教院站了10年，我终于在今天的受难中及生涯上中陪伴我灵命成长最重要的医院台东基督教院，基督教院接受了这个洗礼，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其实这样的恩宠好像在做梦，一度还让我怀疑他的真实性。我真的相信说是这是白白的得来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我做到了。所以在3年前我还没有成熟的见证里面，我说我相信，其实我用了一句话，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所以在这里我最后要感谢东基燕牧师的安排，尤其是潘世龙牧师的这段时间的陪读导读，凯林牧师的帮我查资料，还有今天芳芳牧师的助导，还有来到现场的罗协同会的罗牧师，在你们的受祝福下，还有更感谢的是一路走来的诸位同工，在你们的祝福下受了洗。18年的等待，上帝的呼召在我身上做的工绝不是偶然，乃是上天的上帝的旨意。从今而后，教会的团契生活如今祷告变得没有压力，轻松，因为肢体的连结，我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40年的外科医师生涯，长时间的工作可以几乎榨干你的精力，然而就像今天的圣歌里面，凡劳苦重担的人来到主面前，让你得到休息。然后以赛亚书里面，然而等候耶和华的必然重新得力。内科教科书 Sir William Osler 在他的医学原理及实践中提到，医学是一种艺术，不是交易，是一种呼召，而不是一个行业。这呼召在你心中。最后，我就用这一段外科医师的祈祷文来结束今天的见证。阿爸父，请你使用我的双手，并指导他们，赐我力量来帮助我的病人及他的家人，赐我技术来减轻他们的受苦，及诊断来了解他们的需要，赐我仁爱的心来照料他们及免除他们的手术的惧怕。恳求你随时在我侧，我可以来依靠你面对每一个病人，因为你是大能的医者。阿们。阿们。谢谢大家。